样开始。为我们自己预备心来祷告，来感谢。我们都知道，在上礼拜是耶稣的受难日。我相信，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你认识神，神也认识你。当我们将我们生命交付于主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至宝。为着我们自己来到神面前，我们感谢，感谢神的大能，感谢神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们，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一起开口为自己在神面前来感谢，为着你得到这个信仰来感谢，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的家人，可以为他祷告，可以彼此的能够来侍奉。我们好，为着我们自己的不认识，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认识我们的家人，让我们能够来爱我们的家人，就像主耶稣爱我们一样。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羊，神他认识我们，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弟兄姐妹，好不好？为着我们自己，可以来说一起认识我们之前所不认识的，给自己一个功课，就是要认识他们，一起来祷告。
诗篇六十六篇第八节里面讲到说，万民啊，你当称颂你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我们得到这生命了吗？阿门。没有。我们得到他的生命了吗？阿门。你有神给我们的活生命吗？阿门。神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吗？阿门。没有。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呢，请你跟一个或两个人跟他说，神是配得赞美的神，哈利路亚。神是配得称颂赞美的神，哈利路亚。当你走出去的时候，然后呢，坐在后面的朋友可以往前面坐哦。好，那么要麻烦你们可以开始走出去，记得要跟两位以上，一位以上都可以。但是以你的移动的角度，而且并且要说，要说，没有人敢跟牧师说吗？不知道，不行，没有人跟他说吗？好，每一个到你台前的各位，两位等于说不认识的，跟他打招呼哦。Hallelujah!
愿我们天地洋海和其中的一切都要来赞美我们神。
你为了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得以再来再次。我们要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谢谢我的主，谢谢爱我的主，谢谢你，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弟兄姐妹，我们一样站立。这时候，我们来读《圣经》，告白我们的信仰。弟兄姐妹，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来于从童贞于玛利亚所生，在犹大我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同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奉献是基督徒
对神的感恩也是当尽的义务。若你还不是基督徒，可以自由选择奉献或不奉献，甘心乐意的奉献必如神赐。
都不要听啊。今天是什么节啊？复活节。对，复活节代表什么？复活代表他已经战胜死亡，代表他有极大的能力，连死亡都能够胜过。复活节之前有一个受难周，受苦都代表着受死，表示他爱我们，爱到以实际的行动为你付出生命，他如此的爱你，你相信吗？阿门。所以他既然如此的爱你，而且又有能力可以胜过死亡，那还有什么是他没有办法胜过的呢？有没有？有吗？有一样，就是你不信。你如果不信，那你就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恩典。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来讲长大成熟，受苦有益，受苦是与我们有益。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赎罪代价，谢谢你如此爱我们，成为人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舍己。主，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因为信而得到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永生。主，让我们可以信靠你，坚定的仰望你，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满了主你同在的荣耀。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个上面的同工帮我这个投影下一张卡住了。好，今年复活节也是什么节？清明节。清明节就是要扫墓嘛，对不对？跟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怎样？遇到的话，对于死亡啊非常忧伤，没有盼望。但是今年有没有雨纷纷？有。天气还蛮好的，但是这个虽然是我们说好天气，但却怎样？没有水喝啊。好，那个灯光调暗一点，那个投影灯。然后看到这个水库叫做什么水库？石门水库。现在只剩下这一点点。然后这是什么水库？这是宝一水库。啊，这是什么水库？万大水库。看得到吗？啊，颜色有问题哦。就这里，剩下这里，这些都是泥土。这里一点点水，苦不苦啊？这个没有水了，好，这个每个人都不喜欢受苦，缺水也很受苦，所以人面对苦难就会想起怎么样来因应，于是呢就有一种叫阶段性的限水。哇，水快不够了，我未雨绸缪，阶段性限水。首先，游泳不是很重要，游泳池先停一下，不要那么常常换水，或者增加它的过滤就好了，或者是其他怎么样，就是可以停止，或者民间用水，公五停二。人们不喜欢受苦，就会想出因应之道。有些人说，那我们应该增加水费，因为水太便宜了，所以大家浪费，所以水费最好增个两三倍，这样大家才不会那么浪费。有人说不行，我们要把那个旧式的马桶通通换掉，因为浪费水最多的就是那马桶，你每天只要上大号小号就是一直冲，就每次就是那么多的水，你说换小一点就不会那么浪费。人们会想出很多的因应，但是都是治标不治本。许多的时候我们面对眼前的问题，比如说你去检查，你感冒去检查，他竟然可以发现癌症，然后呢就马上为你安排了切片，然后进行这个治疗、化疗、放疗、电疗等等的疗，然后你以后的生命就常常在面对疾病，就变成不知道有没有在活，整个生活的品质就不见了。这是我们家在整理，到现在第四个礼拜，进入第五个礼拜，还在整理，不知道还要整理多久。原来拆掉一个浴缸，后来瓷砖掉下来，瓷砖掉下来以后天花板，
下来，天花板下来后发现，哎，墙壁没有弄好，通风管线没有做好，于是从一间一个浴缸变成哇好几间的浴室，然后慢慢发现，然后打开后发现，哦，浴室上面顶楼还是漏水的，然后就慢慢一直做，一直做，到现在工程还在进行。许多的事情是环环相扣，很多的事情我们看到的只是眼前，但是呢，我们急着把眼前的事情解决掉，但并不是好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有时候没顾前不过不顾后，它没有一个整套的缜密的思想，没有整套的计划，所以我们为了急于啊，比如说我要这脱离这个苦难，于是就挖东墙来补西墙，因为人呢想要不喜欢苦难，所以就想要赶快的把事情处理好，脱离苦难，反正能够解决当下就好。许多的时候我们面对苦难是这种态度，但是我们要想一想，这个苦难呢，其实是要引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要进原厂啊，不管你是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事情，身体的疾病呢，主能不能够医治？可以啊，因为他创造了我们的身体，而且他说我们的身体是他的灵工，所以你的身体不舒服，要不要先仰望上帝？要，一定要先仰望上帝。我不是说不要看医生啊，我是说要先仰望上帝。如果神要你看医生就看医生，但是你要先仰望上帝。如果你没有把这件苦难和神连结，有时候我遇到事情就啊，无头苍蝇怎么办？怎么办？完蛋完蛋，死了死了，有没有一些负面的思想马上来，告诉你啊，你这下完蛋，不要这样。当你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要想到有一位主，他怎么说呢？他说：“人的道路由不得自己啊，行路的人不能定自己的脚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当你开始遇见事情，你转向上帝，这是正确的 SOP 的流程。遇到事情，马上想一想，主啊，这时候你要我学习的是什么？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有谈到说，受苦它简单的分成两种，说行善受苦，或者是行的受苦。这么分并不是为了要定你的罪，说你现在是犯罪、行恶作受苦，或者是只是要判断行善受苦。气候变迁呢，是属于人为还是上帝的问题？人为，天气和人的作为有什么关系？可是人为了 过更好的生活有错吗？你走路到什么地方？污染我都知道是什么污染的，工业污染，对不对？所以这个地球现在面对了很多的这种气候变迁，有的时候强降雨就变大水，有时候不下雨就没水喝。哇，这个大环境都这样子，有人把它归纳是因为工业带来了人类的方便，大量使用煤炭啊、汽油、瓦斯等等，造成二氧化碳，而且砍伐很多的树林，没有办法消掉这些二氧化碳。于是呢，人们就陷入在温室里面，温室效应。那空气里面，温室里面的气候，空气品质就变成这样，有许许多多的毒素。哇，人们就归纳出，那怎么办？因应之道就是少骑机车，因为机车排放量，一台机车能够污染胜过四台汽车。所以你有少，你知道这件事情，你有开始因应的，或者说少吹冷气。你有这么做的举手吗？啊，都没有。少冲马桶，小号不冲，大号才冲。有啊，你们开始营业。如果能够不开车就不开车，能够多走路就多走路，有没有？都没有好用啊！感谢主，有人是有这种悲天悯人的心。但是，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营业的方法？有没有？不下雨你怎么营业？水少喝一杯，还是怎样？有没有洗澡不要洗那么久？原来洗一小时，现在洗三十分钟就好。没有，我都是洗三分钟。有吗？有没有什么应用的方法？连到前面，
我说受苦要怎样？你到神的面前啊，这就要祷告，要吼、哦，要祷告。我们前面有一棵树叫做树葡萄，之前有给各位看过很多的，这次哇爆满，这个花开了以后就会结果，于是就开始结出很多小颗绿色的果实，然后它通常长起来会像十块钱那么大的树葡萄。那现在的情形是这样，非常小颗，而且开始掉在地上，只剩下稀稀疏疏。现在我放了一个十块钱在上面，旁边是这么小，然后就掉落。你知道为什么？他的应应之道是啊，没有水了怎么办？赶快变成种子。为了延续生命，然后掉到地上来，所以这个掉的满地的都是树葡萄。这次啊，好像很少有人知道。哎，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晓得是气候还是人为，因为我们有三个同工都说要负责浇水，有三位同工，一位同工抬水，可以浇水，对不对？一位同工浇水，两位同工抬水，三位同工不知道。不知道是气候还是人为，我不晓得。但是总之，这棵树葡萄，它马上做出的应运之道，就是它果实迅速掉落。好，其实所有的应运之道，如果不是这棵树葡萄，如果不是人去照顾它，它再怎么应运有没有用？没有用啊，它掉下来的果实还是在那个土的上面。如果没有人去照顾他，没有用。就是如果我们面对了苦难，我们不连结于上帝，那么没有用。所以我们要晓得，这经文讲到说，基督徒受苦啊，是有神的旨意，否则不会临到你。既然我们知道神允许这样的苦难临到我们，那表示他绝对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他是为了成全一切的美善。所以这里因行善受苦，这个善啊是尽善尽美的善，只让你成为更完全。这个善并不是只有你去做好事哦，看别人没饭吃给他饭吃，不是，而是你而尽善尽美，为了行善而受苦。就像什么呢？就像钻石，它是经过高温高压长时间才能够形成那么硬，那样的硬度和亮度。就像金和银，它必须经过烈火的炉熬炼。就像瓷器，我有一次买一个瓷器回来种花，然后浇水，没想到那个底部就掉了。为什么？因为它只是土塑形，然后去没有经过烧过，所以它遇到水就化掉了。经过烧过以后就变成陶瓷，以后它的硬度都够，所以它就能够经得起这些耐热还有耐水。就像风雨能够生出信心，所以就像这样子，神的旨意，他其实不喜欢他的百姓受苦，可是有时候又非常的不得已，所以这里用作神的旨意，若是叫我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这里用这个若是，用神很不很喜欢你受苦的，可是为了成全你，为了要练你成为精进，所以他不得已只好选择让你遇见这样的事情，让你在这件事情上面成长。所以基督徒受苦是有益的，不要当作是那个作恶的灾难。这个箴言27:12，我们一起念来：通达人见过火长，愚蒙人前往受害。你喜欢受苦的举手啊？不喜欢。你喜欢受死的举手？不喜欢。对，大家都很正常啊。你是健康的，因为你懂得见货躲藏。最近教会在保养木地板，那个帮我把灯调暗一点，谢谢。木地板原来是用错了方法，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等一下要转台会看一下。这有的地方很黑，然后有的地方都磨掉了，然后外面的也是一样。然后我们就说啊，希望大家来保养木地板。结果这是，结果有多少人来了，知道吗？多少弟兄姊妹参与？没有参与到的举手。老师没有，好，好，
大家见过火场吗？好，这是做完第一次，做完第二次，哇，这还要保养三次，它就恢复到原来的亮度。如果你觉得这个色泽看不出来，前面做前面的可以往后看一下提示机，看电视比较清楚。有没有看到这里提示机有没有？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做后面的就 sorry 了，好不好？以后做前面一点。刚才师会说要请你做前面一点，就是因为牧师要让你们看这边比较清楚。好，现在有没有很清楚？有没有差很多？好，可以转过来。好，有时候这种作物，因为不能打蜡，你知道吗？打蜡它会没办法呼吸。这种作物呢，已经造成了，可是它并不是为了要毁灭。有时候这种作物，只要你去帮助一下，只要你付上一些爱家行动的力量，你就可以成就。可是人也有时候会想出很多的方法，有人就说：“不是啊，我不能打，为什么？因为啊，我苦也被你看，蹲下起不来啊，我这个脚啊没有支起力量，所以我一蹲下来啊，起来会天昏地暗，所以我没有来，没关系。”他说：“那我可不可以就负责出那个护木油？可以。”我们当中还有一丝很有趣哦，他说：“那我就负责帮那些蹲下起不来那个腰酸背痛的人治疗啊。”总算个人贡献自己的恩赐也是很好啊。但是这个保养木地板这件事情呢，我从一开始试做，第一个礼拜我也是蹲下起不来，头晕麻。可是第二个礼拜呢，就觉得还好哦。没想到连续做了几次以后，第三个礼拜发现做上瘾了，每天都想去给它刮一下，不知道是不是闻那个味道闻习惯了。我们很多同工一开始做也都是头晕晕的，然后来做了几次以后说：“牧师今天还要不要做？”我说：“好，今天先不要做，找时间再做。”许多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因为软弱，你不常常动它，那个muscle 那块肌肉就萎缩了。可是你常常去做，连续做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那块肌肉长出来。就像你弹吉他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凡事起头难，你一做你会觉得很累，而且很痛。可是经过的那一段时间，这个受苦你熬过去了，你就尝到那样的一个果实，你就可以看到那美好事的发生。所以诗人他说：“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可是现在遵行你的话。我受苦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就是让我们可以学习那真正上帝为万事万物的事理，他的成全。你看万事万物岂不都是这样吗？他有一个事理，你要东西好，他这个东西一定要经过一些试验，一定要能够经得过。就像刚才讲过的金和银。练筋练力，或者烧窑，或者是运动选手很辛苦的去训练，但是后来他成了很棒的运动选手，就是这样。无论你做什么样，你要能够进入到那个果实，你要付出代价。所以有人讲到，这是张晴文老师那写的心导，他说：“痛苦是神的扩音器，很痛。”所以你就会很注意到这件事情。他说：“穷苦或者饥饿或者落魄或者孤单，能够唤醒沉溺于最终的浪子，转身朝向回家的路走去。”哥哥，如果你现在在受苦，你要想着依靠上帝。这段经文讲到一个小儿子，他父亲还在，他就要分财产，结果他把他财产该得的拿走以后浪费了，就又遇到饥荒，于是就受苦。当他非常受苦的时候，他就突然间醒过来说：“我父亲那么有钱，有多少故宫，我在这里养猪，我在这里饿死嘛，于是我要起来回到父亲那。”对不对？这就是受苦。受苦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这本心导里面的书有讲到第二段的受苦，他说：“愿我们的伤痕成为我们的教师。”这不是因为受苦，这可能是因为外加的伤痕，别人给你的，别人虐待你，但是会让你学习到功课，让我们留心聆听他们带来的信息，教导我们如何松开紧握的双手，让一切吃好的滑落，好让神将上好的放进我们张开的双掌中。弟兄姊妹，我觉得这祷告文写
显得蛮大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紧紧抓住的是刺好，真的有人啊，他的房子遇到火烧，被火烧掉，哇，他很难过，可是难过没有用啊，他就干脆换一个心境来看失火，那是一个科学家是谁？然后呢，他就还找他的小孩一起来看，你看难得有这样的大火，因为这次大火把我一想来几年来的所有的研究通通给烧掉了。但是这研究呢还没有成果，表示不是很好，所以神把这些拿走。但后来他重新再起来的时候，哇，发明了非常多的东西。那是谁？啊？发明？他发明很多东西，应该是我忘记是谁，但是是一个科学家。有时候我们的努力浪费掉了，你就灰心了嘛，或者你的作品被毁了，哇，你就完蛋了，不是了。有的人写论文写了好久，快要完成了，结果都在电脑里面还没印出来，电脑被偷走，哇，都快晕倒了，他就重来。如果他也可以在这个时候他选择放弃，但是他如果选择重来，跟他会留下来的是那些更好，他可以重新再把它做得更好。不像我们晓得，有时候神让我们遇见一些不好，是可以变成好的。所以我要讲到第二点，水表明的洗礼。在今天读的经文的二十节说，那时候挪亚方舟，他讲到挪亚方舟有大水，这大洪水的结果只有八个人有信心听上帝的话就得救，其他人都被淹了。所以这个水，二十一节说这水表明什么？表明什么？大家有看得清楚吗？啊，可以讲话哦。好，这水表明什么？洗礼。好，洗礼我们每年复活节都有洗礼，但因为现在缺水，好没有，是因为我们延后，因为刚好遇到这个清明节，很多人说牧师啊，能不能延一下？这五年到五月十七号，如果你还没有洗礼，你可以赶快洗礼，因为借着水得救，洗礼。然后呢，这里讲到世纪大洪水，这个洪水呢，竟然变成表明洗礼的救恩，有没有很厉害？所以面对苦难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大洪水。可是这个苦难呢，如果你以大洪水的态度，你就让它淹没你。可是如果你转一个念头，你依靠上帝，我们讲到苦难可以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可以使我们学习神的律例，那就可以提升你进入到神的救恩里面。所以在旧约时候的大洪水，挪亚八个人得救，所以舟八口，船这个字就是方舟的舟，舟八口，只有八个人得救。但是呢，其他这些被淹死的人，他们受了洗礼救人，肉身就按着肉身受审判。可是灵有没有？神会不会想办法？神他的心愿是不愿一人得，不愿一人沉沦。当然，这是一个神学上 的很多角度的讨论。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不过等一下我再讲一点点。关键在于怎么样把水大洪水变成受洗的洗礼。关键在于你的听信而进入到这个恩典之中。如果我们不信，你还是让那个苦难困住你的心，你还是让那个艰难累住了你，把你绑住了，那你会很难过。可是如果你懂得转向上帝，那个水大洪水不会淹没你，而是会提升你，会让你进入到神的救恩里头。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种为义受苦，有时候是像农夫撒种，为了得到粮食，所以他忍耐耕种，直到怎样？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农夫种地等待宝贵的出产，可是呢，没有秋雨春雨就没有用。所以我们如果没有雨，要怎样？要祷告啊！对啊，很多基督徒不晓得，他原来天和你的祷告有关系。如果天的破坏是因为人，难道不能够没有雨，不能因为人的祷告？
很多人觉得这是迷信哦，但是基督徒应该都尝过，特别听过见证的，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天气的问题，祷告就好，祷告神就为我们成全。我去很多的地方啊，去旅行，有些地方是一年大概只有开放三天，会有晴天可以看到那个山头。我去的真的，我问他今天就是那三天中的一天，为什么？因为我祷告，果然啊。所以每次出门啊，每次遇到这种情形，那个导很多的导游都觉得不可思议。有一次去南洞，那个洞里面必须有阳光才看得到那蓝色，据说那是上帝的蓝，非常漂亮。结果那导游说：“我没有背心，因为前面的十团我带的都没有进去了，所以没有进去几率很高。”结果呢，不会，师傅就说：“我们绝对可以进去，走就对了。”为什么？因为我祷告啊，所以他就祷告了。没想到去到那里还是下雨，领队就说我们准备回头，我不行不行，绝对可以进去。没想到没几分钟天就放晴了。很多时候，如果你觉得只有一两次，你会觉得那是偶然嘛，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如果有100次，你会不会觉得偶然？有1000次，你就觉得是必然。有时候我们经历上帝就像这样，我们必须对神有信心啊。神让我们遇到的一些试验，比如说珍珠的形成，你晓得是什么怎么形成的吗？珍珠的形成就是因为有一颗沙子或者是不硬物进入到这个蚌壳里面，那蚌壳会很不舒服，结果它就分泌珍珠，把这个沙子包裹起来，到后来它成为一颗珍珠。许多时候神允许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患难，神允许不管是不是作恶，或者可能是只是成就美善，为了农夫栽种的粮食，或者为了生产怀孕而忍受那怀孕之苦，可是很最后经过那个惨难的阵痛，那种撕裂的疼痛以后，看到小孩，甚至说看到以后整个痛就忘记了。我最近有些人生小 baby 的，就是这样子，很痛很难过，背了很久，但看到小孩后，背的时候说以后不要生了，只要生一个，可是以后看到小孩后回来说再生一个吧。许多时候是这样子，我们的苦难是这样子。我要讲的还有一种最高级的苦难是行善受苦的基督，他不是因为自己的罪，也不是因为自己需要被成全。他乃是因为他爱我们，他爱你，所以如果有控告领导你，你要把他引到基督，知道吗？如果有人说你现在受苦会遇到是因为你怎样怎样，你说神允许这样，我需要改进没有错，但是神既然允许，表示我有所学习，而且基督也曾经为罪受苦，他是为罪哦，但是不是为自己的罪，而是为了你我的罪，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所以呢，这里满满的经文在这里，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就是他钉十字架，对不对？按着灵性说，不是肉体，而是灵，他复活了。他借着这个灵，曾经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审判。所以这个监狱在哪里？监狱里面关的灵，那个监狱叫做阴间的哈。所以 这段经文蛮难解的，有几种不同解释。一种就是说，没有，他借着这个灵，曾经在挪亚那个时期，让挪亚去传福音给那个世代的人听，这是一种解释，但是好像不太正确。另外有一种解释说，那是耶稣没有下阴间的说法。我们相信耶稣有下阴间吗？有。你们刚才有没有念使徒信经告白信仰？有哦，其中有没有下阴间？有，所以我们是相信耶稣曾经死下阴间，下阴间去怎样呢？去宣告他的得胜，去告诉那些在监狱里面的掌权者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已经在主的手中。所以在启示录有讲到，他是那存活的。曾经死过，现在又活，直活到永永远远，而且拿着什么
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我们的复活节就是这样，我们纪念耶稣的复活，他曾经下阴间去宣告，而且去得到那个权柄，去战胜死亡。因为他知道他的儿女就是我们人最大的绝望，最大的苦就是死亡，生与死别。我们对于死没有盼望，所以清明时节雨纷纷，会在路上的行人会欲断魂。你要靠借着这个节期告诉你的家人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他曾经借着这个灵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面的灵听。他其他的经文也曾经讲到，就是死人也有福音传给他们。在约翰文五章二十五节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就要活。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如此，因为很多灵界的事我们还不晓得，所以有很多的争论。因为站在传福音这派的人说，你现在就要信主，如果你现在不信主，阴间没有机会，因为那里没有知识，也没有任何的救恩，是没有错的。但是很多的我们的国家的一些法令啊，有这样的规定，就会有一些怎样配套措施，对不对？不会只为了保护这个而去牺牲这个，不会，是蛮整全的。同样神的国也是如此，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所以在神的国里面，他的规定啊更加缜密。我们许多的时候啊，用现在的知识很难去理解，我今天没有时间解释这个，但是我常常用这样告诉那个为了亲人说，哎，我的亲主都不信呢，我要拜祖先呢，我不拜他没有的吃呢，如果他只靠你拜他有的吃，那他真的很惨。其实不是啊，那不用你想办法，我们要连接给主，让主想办法，知道吗？主自己甚至就是死人也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怎样，就要活了啊。所以如果我们想说，你的祖先都在底下，你要下去拍摄，你下去以后发现那里是空的，地狱已经进空，只剩下你在那里，千万不要不选择信耶稣，千万不要不选择受洗。在旧约那个时候被洪水所灭的那一些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他曾借着这个灵去传道给那些在挪亚时期被关的那些不信的那些在监狱的人聆听。我是完全照字面解释的，因为我深信神他的国是很奇妙的，他能够成就很多奇妙的事。那我要讲到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他的付出是因为爱。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请，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罚，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如果你有生病，你不要忘记你可以得医治，因为他已经受鞭伤，被鞭了四十下，据说疾病有四十大类。就像什么，如果你去吃东西，有人已经帮你买单了，你还要不要买一次？不需要，因为有人已经帮你买单了。如果你觉得没有平安，你要宣告说，主耶稣他受的刑罚使我得平安，因为他已经付上了罪的代价，已经被刑罚了，所以你还要不要再受刑罚？不要啊，你只要改过来就好，你悔改就好了，你不要再一直把耶稣钉十字架就好。他为你的过犯而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而被压伤，所以我们的不完全，就因为这位想要让我们完全的神，他通通担待了。所以圣经上说，神所拣选的，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义人啊，他没有拣选义人，他乃是要拯救罪人。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晓得，哎呀，我这么不完全，我不配啊，那是恶者的控告，知道吗？即使你是受苦的，已经在罪的苦里面，你也不要再进入到那种控告里面，你要宣告，主已经赦免你的罪，
主赦免了我的罪，所以我现在这个苦受苦是与我有益。我要开始读圣经，为让我学习你的律例。你要开始被建立起来。这位宇宙的主宰光芒之王，他成为女人的后裔，他生谦卑，以婴孩的形式出生在马槽，而且呢，被他所要救的人钉在十字架上死了。所以呢，他既然降为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神呢就把他升为至高。弟兄姊妹，这就是受苦的道理。我们要长大成熟，最后一定要面对死亡这件事情。长大成熟，一定要面对受苦这件事情。长大成熟，一定要面对脱离罪恶，脱离这些破坏这些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宝贝，他有能力救你，而且他非常愿意救你。他已经胜过死亡，他为你预备了一切的恩典，甚至为你死。所以基督如果在肉身已经受过苦，我们有这样的心智，这个心智就是说，耶稣已经为我死，我立定心智，我就不用再为我自己的罪去想办法，去找那些不整全的、不善美的应应之道。我们只要依靠上帝，因为在肉身受过苦，就与罪断绝。我们等一下要来守圣餐，守圣餐是主耶稣他应许给那些信靠他的人，愿意为主而活的人，愿意领受主的生命而活出基督样式的人。所以我们要为自己祷告，我们先来为自己祷告好吗？我们每个人先为自己祷告。圣经说，如果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主的血，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哦。不要自以为聪明，只为了要试试看这个味道怎么样。我们要支取神的恩典，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领受。我们为自己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一起领受你的话语，这是时候主天帮助我们众人。今天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个人的罪得到主你自己的血。主啊，你赦免我们罪，不是要定我们罪，是要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我们的过犯，主啊，你受罚；因着我们的罪，主啊，你被压伤；主啊，因着你受的刑罚，会使我们的平安；因着你受的鞭伤，使我们的医治。主，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人，都要领受你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必然成长，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要连接于基督，就能够多结果子。求你来成全我们，主啊，赞美你，谢谢。天父，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众人有声无声的祷告，你都听见。主啊，求你来成全我们，让我们存着信心来做主的桌，让我们领受这主你圣化过的饼和杯，让我们领受耶稣的宝体、耶稣的宝血，好叫我们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要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请我们一起来唱祷告时间。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要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好吧，我们今天在这里，你已经省察过你自己，你可以与主的救恩同分，可以一起来接受这样的恩典。那如果你还没有洗礼，请你赶快报名。如果这时候圣灵感动，你要领受这礼，这杯你可以领受。但是如果你已经洗礼，可是你不愿意效法基督，你不愿意如此做，请你也不要领受，因为领受这个的意义是要如此行，效法基督。来唱这首宝贵时间。主耶稣。
们进入配主传道，带我们为这饼来感谢。耶稣，孩子们在这里感谢赞美主啊，是的，我们知道我们本是不配的。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本是卑微的。主啊，我们不知道在我们生命里充满罪，但是耶稣你自己为我们打破身体。主啊，主啊，你所做的这一切，你所付上的一切，单单就因为你爱我们。主，是的，我们配得你的医治，我们配得你的宝血，你的恩。主啊，因为你的爱，你的爱从不隔绝，你的爱从不停止。主啊，你的爱是永不止息的。主，愿我们再次在你面前跟你说，我也献上我们的生命，献上我们的肉体，就像你为我们所献上的一样。我们这样祷告，主奉主耶稣基督你得胜的名，阿门。耶稣说：“吃我的肉就有永生。”我们只要感恩的心来领受。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的血是为你们流出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喝我血的人就是有主的生命。”我们再来把这首歌唱起。主耶稣，我感谢我你的身体。天之下万国中
祝祷。愿那施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光圈的同工请到台前来，谢谢。